නතාස भाত আරহাত සමා සබුද්धස නතස भाত আ්‍රহাত සමා සබුද්धස නमදස भा আරহাত 萨玛萨布达瑟，各位阿乌说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下午好。在这一期的禅修营里面，我们将共同来学习一部经。这部经典呢，是收录于中部《马吉玛尼嘎亚》的。 第一五十金叫做摩拉曼拉萨，根本五十金里的呃譬喻品，在相应在中部的一百五十二金里面呢，这部金是第二十四金，金的名字就叫拉塔维尼达苏当，拉塔是吃，呃。 汽车的车，呃，车马车的车，维尼达是已经呃训练的或者已经、呃、经过调服的。根据经文的意思呢，是讲呃用转车的比喻来比喻修行的次第。这部经严格来说呢，并不是。 佛陀所说的经典，称为非佛说的经典。但是呢，仍然是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被收录于经藏，因为讲到法呢，有几种人说：第一是佛陀所说。 第二是弟子所说，第三是诸天所说，第四是古仙人说，也就是古代的独觉佛等所说的。有这四种人所说的经典。那在这一部经典是属于弟子所说的。为什么要选讲这一部经呢？因为这部经里面讲到七清近 同时，也讲到七经经的修习次第，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禅修营里面，就一起来学习这部经。既然这部经是弟子所说，那是哪些人所说呢？这部经是记录了两位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很有名的弟子之间的谈话，其中一位主角叫沙利子村子阿亚斯曼多沙利布多，另外一位呢是布那曼达尼布达阿亚斯曼多布诺曼达尼布多这两位。 沙利子尊者呢，古代也翻译成呃释利弗啊、呃，或者是翻译成实利子啊，贤藏大师翻译成实利子。而不那曼达利不多呢，古代翻译成富楼罗诺呃，富楼罗诺曼呃满慈子。现在就根据巴利，就直接用他巴利名来称呼。 那这两位弟子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在我们这一位佛陀——郭德 u 佛陀的教法当中呢，沙里子村子是上首弟子，他是在我们佛陀教法当中是仅次于佛陀的，他的地位。 甚至在耆那教的经典里面记载了，沙利子尊子是认为是佛陀的导师、呃，是认为佛教的导师。佛陀是法的觉悟者，法的正悟者以及宣说者。在我们这一期佛陀的教导里面。 除了佛头的智慧之外呢，就是沙利子尊子了。沙利子尊子出生在王舍城，马嘎达国王舍城北郊一个叫拿兰达的村。这个村里面呢，啊、呃，有个小村庄叫做乌巴迪萨。 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叫高利达的村。这两个村，在我们的佛陀，啊、呃，就我们的菩萨出生以前，住在乌巴迪萨村一个婆罗门的女子呢，她的名字叫做鲁巴萨利。鲁巴鲁巴就是色，或者说很漂亮的意思。沙利沙利本身是一种鸟啊，由于。 是一个婆罗门女的眼睛像鸟，所以叫做沙利。这个婆罗门女莎利的就怀孕了，正好在同一天，呃，隔壁村 g o l i a 一个婆罗门女的名字叫做 Mogali 的也怀孕了。那后来呢？经过了十个月。 这两个女子都在同一天，在同一天生了孩子，都生了个男孩。于是呢，在乌巴迪色这一个村里面所生的男孩呢，他的名字叫做乌巴迪色。在经典里呢，由于这个女女孩这个女子名字叫做。 沙利，所以就叫做沙利子，就是沙利的儿子。而另外一个男孩呢，在格里达里这村里出生了，他的名字叫做格里达。但由于他是莫嘎利的儿子，所以叫做莫嘎拉纳啊。摩嘎拉纳呢，或者称为马哈莫嘎拉纳，呃，古代翻译成成呃木建莲。 当这两位男孩长大了之后呢，接受了当时传统的婆罗门教育，学了，呃，吠陀经典啊，学了声明啊，学了各种的咒语啊、祭祀啊、看相等等。由于他们精通所有当时的学问，有很多的婆罗门的学生去跟着这两个青年学习。 他们也经常到呃河边啊，到公园里面去游玩。由于他们都有很多随从，所以呢，当乌巴迪斯去游玩的时候呢，就有五百辆轿跟他一起去，轿子；而当格里达去游玩的时候呢，就有五百辆马车跟他一起去。有一年呢，在王室城。 你就举行了一个节庆，这个节庆是一个年度大典，称为山顶节啊，应该是在呃山顶上祭祀的节日。然后呢，就在这个节日期间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表演。由于这两个青年呢是在当地很有名的，所以呃在节日里面就专门为这两个青年。 准备了座位，这两个青年就在呃参加山顶节的庆典里面，呃，一起观赏各种各样的表演。在第一天啊，众人欢笑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欢笑；当场面变得很刺激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兴奋。他们还付钱观赏特别的表演。第二天。 他们还是这么样欢乐的度过。到了第三天，他们不知为什么就觉得说，看这些戏呢，看着看着，都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一样。他们就在寻思，这些戏到底有什么好看呢？这些现在在那边欢笑啊，在那边欢乐的人，过了一百年。 不是全部都死光了吗？这样的庆典，一旦结束了之后，不是灰灰烟灭了吗？人生就是这么样，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于是这两个青年同时在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到底这么样的欢乐啊，这么样的啊庆典，啊、这样的狂欢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怀着这么样的想法在。 呃，庆典当中就呃待过了一天。那呃，格丽达他发现了他的好朋友乌巴蒂萨，好像闷闷不乐、有心事一样。于是就问他的朋友说：“怎么了？呃，我亲爱的乌巴蒂萨，你好像不像前两天那么样快乐跟高兴呢、啊，看起来很不高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那乌巴西迪萨他就说。 亲爱的高里德，我看这些东西，感觉好像没有一点意义一样。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我们，我在思考着，是不是我要寻求人生解脱呢？亲爱的高里德，这就是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是。 格里达，好像你也看上去心事重重，是不是也有什么心事不高兴呢？格里达，他就回答说：“啊，就跟你所说的一样，我也是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当乌巴蒂斯知道他的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时候，就说、是：“哦，这么样，既然人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去寻找人生解。” 解脱吧，我们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吧。但是呢，如果要在家里面很难，我们倒不如去做出家，成为沙门吧。于是他们两位就决定出家。就正好在那个时候呢，王舍成就呃有一个游方的沙门，叫做三加亚贝拉塔不达，嗯。 三杰亚贝德拉布达的思想呢，在《沙门果经》里面有讲到，他是属于补曼派，或者说属于怀疑论者。他对任何的哲学问题都不做正确的回答啊。他都说，如果呃我知道是这样，我会说这样；如果我知道那样，我会说那样。但是我既不说是这样，也不是说不说那样。他是属于一个补曼派，就好像我们要如果是要抓泥鳅或者抓鳗鱼的时候，鳗鱼很快就溜走。 他的论点呢，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抓到的。但是这个桑加亚呢，他就住在王舍城，领着一大群的弟子。于是乌巴迪斯跟古利达这两位婆罗门青年就，呃，投靠在桑加亚的门下，成为他的弟子。当这两位婆罗门青年。 出家之后呢，有很多其他的婆罗门青年也跟着他，跟着桑加亚出家。于是呢，一时之间，桑加亚就声名大振。然而在很短的时间，这两位青年就已经学会了桑加亚的所有的教义，他的所有的教法。于是他们就去问他的老师说。 老师，您的教义是不是只有这些？还有没有更高超、更深奥的呢？善家要说啊，就是这些了。呃、啊，你们都全部都知道了。听了他们老师的回答，于是他们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跟着他们继续修行也没有意思。我们出家就是为了解脱，但是。 在我的老师这里却找不到解解脱的方法。印度呃很大的，当时的占部洲啊、呃，印度是很大的。那我们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游方吧，我们再去参访，看在其他的村庄啊、呃乡镇呢或者城市里面，呃，是不是还有呃更高超的老师？于是他们就呃开始。 去到处云游，到处去寻找更高明的沙门跟婆罗门，就是当时那些游方的呃出家人们，跟他们讨论各种各样人生啊、生命啊等等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答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反而他可以，他们可以回答别人所提出来的问题。 就这样，当他们游遍了整个印度之后呢，感到很失望，就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就互相约定说，如果谁先知道了不死法阿曼当他妈，就是其实是涅槃呢、啊，就不死法，那就要告诉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们谁先遇到不死法，就是呃谁先告知，谁先通知。 就在他们定下了呃约定之后不久，佛陀就刚刚呃觉悟。佛陀在呃波提嘎叶啊菩提迦叶那里证得了呃一切之智呃、啊、萨班纽达耶那一切知的佛陀之后呢，他就在呃鹿野宴的仙人落处啊依西巴达啊。 米嘎达呀，那里就说了转法轮经啊，他妈扎嘎巴瓦达那苏当度了五位比库，这五位比库啊就是啊安雅贡他亚瓦巴巴蒂亚马哈南玛阿萨奇这五位比库之后呢，就在呃鹿野苑那个地方过了佛陀的第一个雨安居，过了雨安居之后呢，佛陀又到了维鲁瓦那。 那里去度了呃三个拜火教的呃的婆罗门的、呃、三个拜火教的外道以及他的一千名弟子，他们就是维鲁瓦纳加沙巴啊啊纳迪嘎沙巴和嘎亚嘎沙巴这三个三个兄弟，他这三个兄弟在维鲁瓦纳的苦行里面各领着呃许多的弟子在那边祭祀火。 佛陀在那里度了这一千个拜佛外道时，他们都成为比库，加入僧团之后呢，就在嘎亚西沙，就是在象头山那里说了燃烧经，讲了燃烧经之后呢，这一千位外道全，这一千位比库全部都震得了阿汉。然后呢，佛陀他就想着，在他刚出家不久，去到王室城的时候呢，当时。 的国王叫做宾毗沙拉啊，宾皮娑罗王。宾毗沙拉王就跟他有个约定说，说如果以后您觉悟了之后，应该要回来，啊、呃。叫来到我的国土里面度脱我、度化我。于是佛陀呢就记得当时这个国王的，他给国王的承诺，就前往了王舍城。这个是也是在佛陀。 正悟呃，正自觉不久，就是在第一年当中，佛陀就到了王舍城。王舍城是当时马嘎达呃摩羯陀国的首都。当佛陀去了王舍城之后呢，就呃很快国王就信了佛教，也证得了出果。然后国王就把他自己的。 御花园叫做竹园，就供养给佛陀。v e n u v a n 竹林呃，这部经一开头讲到的竹园，就是呃，当时宾毕沙拉王所供养的。那当佛陀住在王室城的竹林的时候呢，有一天啊、呃，最初初度的。 就是那五位比丘的最后一位，就是阿萨奇阿萨奇阿萨基比丘，他就在王使臣托波。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游方青年乌巴迪斯看到了。由于比丘托波要很注重威仪，这个时候，当乌巴迪斯这个婆罗门青年看到了阿萨奇的。 威仪很好，两眼是地啊，走路不快也不慢，诸根于夜，于是他就被阿萨吉尊者的多庄庄严以及安详的威仪呃、啊、所震撼。他就心想：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这么庄严的比哭，他一定是位阿拉汉，或者说是为位已经正在。 呃，例行阿拉汉道的人，我为什么不去问他？您是在哪谁的座下出家？谁是您的老师？您信奉谁的教诲呢？他就准备去问，但是他转念一想，哎，现在是不是不是时候问这位比姑？因为他正在俗家之间托钵，就让我跟在他后面。 因为有意燕子才能够知道道，才能够了知道。于是他们就，呃，于是乌巴蒂萨就跟在呃阿萨奇尊子的后面。当阿萨奇尊子托钵结束了之后呢，乌巴蒂萨看到他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于是他就啊、呃、急忙就行弟子礼，就把。 自己所带的坐具就铺设好，然后呢，请尊子坐下来。当阿萨吉尊子开始用餐的时候呢，呃，那当他用完餐后，乌巴蒂斯就用自己所带的随身携带的水壶里的水就喂，就为就呃倒给尊子，并以弟子里礼来对待阿萨吉尊子。当他们礼貌的。 打过招呼之后呢，乌巴蒂斯就说：“朋友啊，就贤友啊，您诸根鱼叶，呃，脸色很明净。朋友，您是从谁出家的呢？谁是您的老师呢？您又是信奉谁的教义呢？”阿萨奇尊者说：“贤友啊，有位四家族的后裔，从四家族出家。” 的大沙门，我就是在这一位世尊的座下出家，这位世尊是我的老师，我信奉他所说的法。那乌巴蒂斯就问：那您那位高贵的老师教导的是什么呢？他们弘扬，他弘扬的是什么法呢？这个时候，呃，阿萨奇心里想：这些。 游方的沙门出家人们啊，他们啊经常都会反对佛陀的教法。我要应该让他知道我们导师的教导有多高深。于是他就很谦虚的说：“贤友啊，我只是刚刚出家不久，我刚刚接受这一种训练。” 我我也才接触这种教法不久，所以我没办法为你详细的解说佛法。因为阿萨奇尊者很谦虚，虽然他在接触了佛陀，就是佛陀证悟之后的第五天，也就是佛陀讲完了《无我相金阿那达拉卡那说当》之后呢，阿萨奇尊者就证得了阿拉汉果。 然而他也是这么谦虚的说：“那乌巴迪萨就说回答说：‘贤友啊，我叫做乌巴迪斯，就用您所知道的告诉我吧，呃，或者少或者多都可以。如果能够用百千万种方法去理解它，那是我的事。’于是他就用计数说。” 说少或者多，请为我我说意。我只想知意，何须说太多？这首寄送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呃说多或者说少，我只是想要知道它的核心要义而已。只要知道深奥的意思，呃呃，不用说的太多。于是阿萨基，尊者就也用寄送回答他说。 耶！他妈希度巴伐哇，第三希度达他伽多阿哈，第三诸有尼罗陀阿旺瓦蒂玛哈萨曼诺。这首寄送的意思是：由因生诸法，如来说起因，以及彼之灭，此大沙门说。当这首寄送一说完之后，乌巴蒂萨。 在听这首寄送的时候，乌巴蒂斯就证得了出果，已经获得了远程离垢的法眼，啊，达玛加古啊，已经获得了。于是他就心想啊：啊，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寻觅的解脱之道。然后他就对阿萨奇尊者说：“尊贵的老师啊！” 您不必再详细为我解说佛法了，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的老师现在住在哪里呢？阿萨西尊子回答说：“啊、呃、啊，尤方子啊，就是呃，他是当时还是出家人嘛？尤方子啊，他现在住在竹林啊、呃，就威罗瓦纳住在竹林。乌巴蒂斯就说：尊贵的老师，那么请您呃继续。” 前进吧，因为我跟呃一位朋友有约定，谁先知道了了之了不不施法，就要告诉另外一个人。我现在要去告诉他，然后呢，我将会呃跟随着您的脚步去拜见佛陀。乌巴迪斯于是就顶礼呃阿萨奇尊者的双足，并向他致敬呃，告辞后。 就回到原来他们的住所。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格里达就看到他起来，就心想：“哎，今天我的朋友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毫无疑问，他应该是已经发现了不死。”然后他就问乌巴迪斯说：“朋友啊，您今天看上去猪跟一夜啊？” 脸色明净，难道您已经，呃，发现了不实法了吗？乌巴蒂斯说：“是的，朋友，我已经发现了不实法了。”于是呢，乌巴蒂斯也同样的把这首寄颂就送给了呃，格、呃、里达听，说耶达玛嘿都巴巴巴，第三嘿都达达格多爱，第三需要尼罗多，二万瓦的妈哈萨曼诺。听了这首寄颂之后呢，格里达他的好朋友也证得了出果。 然后，格力达也很急着想要去见佛陀。他说：“那亲爱的朋友，现在，呃，佛陀住在哪里呢？”他说：“回答说，啊、呃，我听我们的老师阿萨奇尊子说，现在佛陀住在竹林。”那格力达说：“好吧，乌巴迪斯，我们现在就去就去见佛陀吧。”但是，因为乌巴迪斯向来都很。 敬重很尊重他的老师，于是他就说：“亲爱的朋友啊，我们应该去见一见我们以前的老师，就是以前的三三加亚老师，因为，呃，我们刚出家是归追随他出家的。现在我们发现的不死法，如果他能够理解这种法，他也将能够，呃，了解真谛。就算他不能了解。” 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他或者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见世尊，去听了世尊的教导之后，他将能够证得道果。于是他们就一取就到了原原来的老师三迦亚那里，就向他的老师说：“呃，老师，现在佛陀已经出世了，法已经善说了，已经先说了，而且。” 世尊的弟子呢，是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当行道者，正确行道者，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这位实力的大师吧，就是具足实力尊吧。上加亚就大叫说：“我的弟子啊，你们在说些什么啊？”他们就拒，就他就拒绝跟他一起去，并且用呃名利来诱惑他。 你们留下来吧，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我的僧团领导权来给一半你。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了，因为他们已经见到法了，就是两位婆罗门青年见到法了，当然他不会再啊、呃、受这些名利啊这些等等的的引诱了。于是呢，这两位呃婆罗门青年啊。 呃，乌巴蒂斯跟狗里达就说：“我并不介意一直都当学生，但是老师啊，你一定要决定你究竟去还是不去。”桑加亚心想：“如果他们懂得这么多，他们绝不会听。现在他们已经不会听我的话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就说：“你们去吧，但是我就是不去。”这两位呃青年就问说。 为什么不去呢？老师，三加亚说：“因为我现在是很多人的老师，如果我要重新做回学生，做人家的弟子的话，那岂不是把大水缸变成小水壶了吗？我现在已经做惯了老师的生活了，我一直都受人尊重了，现在我就无法再过做学生、做弟子的生活了。”这两位青年继续。 劝导说：“老师啊，你不要这样想吧。走”做老师的商家也说：“就这样吧，啊，如果你们去，你们就去吧，反正我就是不去了。”他们还是不放弃，继续劝导他。老师说：“老师啊，现在佛陀已经出现于世间了，佛陀是很难得的，大批的人都带着香啊、花去前往去礼敬他。” 我们也要去那里，那到时你应该怎么办呢？商家家就说：“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愚人多还是智子多呢？”这两个青年说：“那当然是愚痴的人多呢。”商家也说：“好吧，那就这么样吧，就让。” 那些有智慧的智子就到了有智有有智慧的沙门高大妈那里，就让那些愚痴人跟我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于是这两个这两位婆罗门青年就啊、呃、告别了他的老师，在临走的时候就说：“老师，你终有一天会知道你自己是错的。”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离开了之后呢，结果啊，这个桑加亚的学生啊，他的弟子也开始分裂了，很多人都跟着啊，乌巴迪斯跟狗利达离开了。那个时候，桑加亚的修道院呢，变成空无一人。看到自己的寺院原先很多人，现在变得空荡荡，他一时气上心头，就口吐鲜血。 不过呢，当这个三家亚的弟子有，当时有五百个人一直跟跟随着这两个青年前往佛陀那里，但是走到半路呢，却有一半的人折回去，只有两百五十人跟着啊萨、呃、利子尊旨。去前往佛陀那里。所以在经典里面讲到了。 一千二百五十人呢、啊？一千二百一千个人呢？其实就是嘎萨巴的呃弟子啊、呃，就之前就是那维鲁瓦纳、嘎萨巴他们三兄弟那些之前的拜火外道的弟子，以及沙利沙利子跟莫格拉那他们的两百五十位弟子呢，就是我们一一般讲到一千二百五十人，就是这这里讲的。 于是呢，呃，乌巴第四跟格里达就带着这两百五十人人到了竹林精舍。当时佛陀正坐在竹林园里为，为呃大众围绕正在说说法。当世尊看到了这两个青年前来的时候呢，就告诉在座的弟子说：“朱比姑，现在你们看。” 正向这里走来的两个青年乌巴迪斯跟格里达，他将会是我一对很杰出的、很出色的上手弟子。当乌巴迪斯跟格里达来到了世尊面前，很恭敬的向世尊顶礼，然后坐在一边。坐在一边之后，就向世尊请求说：“尊子啊！” 我们请求在呃世尊的座下出家，请呃世尊为我受呃具足戒。当时佛陀就说：“埃德比卡沃苏卡多塔摩加利特布拉玛加利扬萨玛杜卡瑟安达吉利亚亚蒂。”佛陀说：“来吧，比库们，法以善说行犯行以正尽苦之边际。”意思就是说。 啊，你们来吧，比库们。现在法已经宣说了，你们应当修行放行的生活，而努力断除一切的苦。所以佛陀在这里呢，就是用善来比哭的方式，给这两位青年受了具足戒。然后佛陀就根据。 当时听众们每个人不同的更新，继续说法。当说法完了之后呢，除了这两位青年之外，这两位呃乌巴蒂斯跟果立达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证得了阿拉汉国。这两位弟子并没有证得更高的国位，他们两位还是出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 正德，呃，也就是他们作为上首弟子的巴拉密还没有成熟。自从他们出家加入了佛陀的僧团以后呢，乌巴迪斯就叫做沙利菩萨，沙利子；而高里达呢就叫做摩嘎拉那，或者叫做马哈摩嘎拉那，ok、ana, 啊，摩诃穆建连。 当阿玛哈莫嘎拉那尊者出家受了具足戒之后呢，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嘎拉瓦拉布达的村庄里面修行。在那里静静的修行了七天，在第七天的时候，由于非常疲劳，跟呃跟困呃跟疲困的。 于是坐在那里打瞌睡，然后佛陀知道了之后呢，就前往那里跟他说了《睡意经》，激励他之后呢，去除了疲劳，然后再听世尊详细的解说了戒业处呃，达多嘎玛塔呐，就修习世界的方法。当世尊教导戒业处的时候，莫格拉那尊者就呃证得了阿拉汉果以及。 呃，四无爱节制而成为了上首弟子，而沙利子尊者呢，就呃并没有离开，他一直都留在世尊的身边，修了半个月的阿努巴达塔那维巴萨那，逐一法官，修了这种，也就是在中部第一百一十一经。 就叫做《阿努巴达苏当，啊，逐一经这一部经就讲到沙利子尊者先进入初禅，从初禅初定之后呢，逐一再关照初禅的民法，然后再进入第二禅初定之后，再逐一关照第二禅的民法，然后再进入第三禅、第四禅，空无边初定、实无边初定、无所有初定，从这些定各种定出来之后呢，再修观。 沙利子尊者就是用这种止观双运法修了半个月，在半个月之后呢，就在呃一个山洞里，叫做苏嘎拉卡达雷纳，就猪觉洞啊，可能是呃山猪挖的洞吧，或者说它的名字叫猪觉洞。在那里呢，当时沙利子尊者的侄子叫做长爪迪卡纳卡。 就前来问世尊一些问题，他本来是要跟我们的佛陀辩论的，结果就给我们的佛陀几句话就呃问倒了啊。然后佛陀就跟他讲受，讲如何修呃观受的方法。那个时候呢，沙利子尊者正在佛陀后面帮佛陀扇扇子，就在听闻长爪经的时候，他就证得了阿汉果。 后来呢？佛陀就当众宣布沙利子尊者为在他的比库弟子当中是大智慧第一的。呃，佛陀这样说：，哎，达达干比卡为妈妈沙瓦嘎南比库南，马哈班亚南亚的当沙利不多。诸比库在我的比库弟子当中，大智慧第一者即沙利子。 所以这个呢，就是沙利子尊子的，他从他出生一直到最后，呃，证悟了，然后佛陀就宣布他为在弟子当中是大智慧第一的。那这部经典呢，就是讲到，呃，沙利子尊子跟不那尊子的呃一段对话。那到底不那尊子？ 的呃，生平又是怎么样的呢？不那尊者是出生在释迦国啊，他跟我们的佛陀是同一个故乡的人，是同乡啊，老乡。他也是出生在嘎比拉瓦都城，就加比罗韦啊，嘎比拉瓦图城附近的多纳瓦图村里面。 他的母亲叫做曼达尼，所以，呃，不纳尊者的名字也叫做曼达尼子啊，因为他是他的母亲叫曼达尼，所以叫曼达尼子。他是初度第一的第，在我们佛陀的弟子当中，第一位比丘的叫做安亚西观他亚的姐妹，哎，也就是安亚观他亚是他的舅舅。 是不那尊子的舅舅。当佛陀在仙人落处讲完了转法轮经之后呢，就佛陀就到了王舍城，在那里呢就收了沙利子跟莫格拉那两位上首弟子，而安那跟他那尊子呢就回到了啊嘎、呃、比拉瓦图城，回到了释迦国的嘎比拉瓦图城，并在那里呢就。 呃，剃度了他的外甥般那。之后呢，光单亚尊者就回到了王室城，征得了佛陀同意之后，离开了佛陀，到喜马拉雅山的恰当达达哈，就在六牙池边隐居，并在那里住了十二年，一直住到半涅盘为止。而般那尊者就继续继续留在嘎比拉瓦图城。 精进禅修，并在不久之后呢，就证得了阿拉汉果。不那尊者教化了他的五百位亲族啊，也都出家成为比哭，并教导他们修习少欲、知足、远离、独处啊、精进、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十种事，也最后使这些比哭都成为了阿拉汉。 后来呢，这些呃比库们他们都想去见佛陀，于是不那尊者呢就先派他们去王舍成以他的名义去礼敬佛陀。那我们讲这部经的背景，就是讲到这些比库他去到王舍成见到佛陀之后所发生的。 不久之后，佛陀就离开了王舍城，就来到了沙瓦提城。不那尊者就前往，呃，沙瓦提城去遇见佛陀，就并且听了佛陀的开示。沙利子尊者就听到不那尊者的名声，就很希望去拜见他，因为当时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见过面啊，素未谋面。当不那尊者走进盲人林午休的时候呢，沙利子尊者就。 前往去问不那尊者关于七清净的问题，并由不那尊者作回答。这两位比库互相以善意赞叹。这番谈话就是我们准备学习的转车经。后来呢，佛陀当众宣布不那尊者为说法第一的弟子。佛陀这样说。 “埃达达刚皮卡位慢慢萨瓦加囊皮库囊，他妈嘎提加囊，亚蒂当布诺曼达尼布托。”也就是说，朱比库在我的弟子比库当中，说法第一子即布纳曼达尼子，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 由于不那尊者啊、呃、很擅长于说法，他经常啊、呃、鼓励啊、呃、其他的比库说法，啊、呃、其他的比库啊修习十种十种事，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会讲到的。阿难尊者在出家之后的第一个与安居，就是听了不那尊者讲讲法之后。 正得了出国，般若尊者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在，在呃刚刚出家、呃、不久的阶段，给予很大的帮助。不纳尊者经常教他他们缘起啊，教他们因果关系啊等等。呃，而且呢，他们也是透过不纳尊者的善巧说法而明白了许多的佛法啊。那我们就了解了，呃。 这一部经典你的两位主角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再看一看经典经文。一开始这么样说：“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王舍成竹林未松树处。”“如是我闻”这一句话呢，是阿难尊者所说的。A Wang m A one 是如是或者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说是 A one 霉素单呢？因为在第一次结局的时候，由于当时参加第一次盛典结局的五百位比5五百位阿拉汉，他们先结局了绿藏。送完了绿藏之后呢？ 紧接着就由阿难尊子负责背诵经藏。在背诵经藏的时候，阿难尊子一坐到法座里面，于是就送出了“爱王美苏当如是我闻”。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当阿难尊子一坐到座上的时候，由于阿难尊子本来是相好庄严的，而且又是释家族人。 他本身也是出生于王族家庭，是佛陀的什么人呢、啊？佛陀的堂弟。当他一坐在法座的时候呢，当时的诸天人就啊，现在这一位佛佛陀的堂弟，释家族的王呃出王子出生的阿拉汉，要继承佛陀的说法了。 当时阿难尊者已经证得了阿罗汉果，他就知道这些天人的心念，然后他就想：我只是一位弟子，我并不能够代表佛陀说法，我并不能够代替佛陀说法。于是他就用阿汪梅苏当，就是我听到的是这么样的，就表示他是以一位弟子的身份去转述、去回忆、去附送佛陀所说的话。 当阿难尊者一送出“ a 王梅苏丹的时候，当时在场的那些弟子以及诸天都说“沙度沙度沙度”，就赞叹阿难尊者。所以呢，“ a 王梅苏丹，a 王是这样，“梅”是被我，“苏丹是听闻，我听到的是这么样的。一杠什么样，八格话，一杠是一，什么样是十。 一时，也就是有一次。帕格瓦，帕格瓦是世尊。玛嘎是呃祥瑞的、吉祥的、幸运的，再加万的，是拥有。所以这一一句话呢，是代表呃拥有种种祥瑞。 种种德的人，在经典里面啊，通常用巴嘎哇来呃、啊、指称佛陀。如果我们看绿藏、看巴利的绿藏，跟看金藏，我们会发现到，绿藏是由是谁谁,谁送出来的？乌巴利尊者。金藏是由谁谁送出来的？阿难尊者。我们从绿藏里面。 律藏发现不到一句“尔王没说当”，发现不到在律藏里面并没有说到“如是我闻”。一般都是讲到啊、呃，在某一个时候、呃，是佛世尊住在什么。而且对于佛头来说呢，在律藏里面一般都讲到“不哆巴嘎哇佛世尊”，但是在经藏里面，阿难尊者一般就是用“巴格哇”用世尊来表达。 因此，我们看巴利的律藏跟看巴利的经藏，虽然这两位弟子同时在第一次结集里面送出法跟律，但是由于他们个人送出的风格不同，我们在经藏跟律藏还是可以发现到的。所以，在这里的巴格哇呢，它是指具足种种祥瑞的人呃，古代翻译成世尊。 拉加嘎黑是王室臣，维哈拉蒂是住。王室臣呢是马嘎达国的首都，在佛陀在世的时候，王室臣是一个很有名的商业中心。但是当佛陀去世不久之后呢，啊、呃。 卫生燕王就是宾比沙拉王的儿子卫生燕王啊，马嘎达国威迪希之子卫生燕王，就阿加达萨都阿十四王，就把王都迁到了巴达里布达城呃、啊，巴达里子城。然后呢，王室神就开始荒呼了。所以在呃译著里面说过，唯有佛陀出世。 以及转轮圣王治治世的时候，统治的时期，王舍臣才繁荣。平时，在其他的时候，王舍臣都被大夜叉所啊居住。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去过印度朝圣呢？去过王舍臣没有？去过王舍臣，我们会看到王舍王王舍臣现在变成一片荒野，是不是啊？ 很荒凉。但是在佛陀时代呢，他是一个大国的首都。因为他是马哈戈宾达等等居住的地方。威鲁万呢，嘎兰达、嘎尼瓦贝、魏松鼠处。威鲁万呢，是竹园，是竹林。 这竹林呢，原来是宾宾沙拉王的呃皇家花园。这个竹园啊、呃，里面很安静，很幽静。而在竹园的四周呢，都生长了有呃十八肘高，就是大概呃九米高的竹子，长了很多的竹子，所以这一座。 园林呢，就将称为竹林啊 v e l l a n a 而且呢，在这一座竹林里面呢，长满了果树啊、花树啊，非常宜人。而在这个竹园、竹林的周围各建有门楼，而且在各个角落又建有角楼，有角楼上还建有。 瞭望台，所以这一座呃园林就称为竹园。在佛陀呃成佛之后第一年，就去到了王舍城。当时呃，宾比萨拉王就把他自己的御花园就供养给佛陀。这个在《立藏》的大品里面有讲到，大品的大篇啊、呃，就是。 马哈瓦嘎的马哈坎达嘎里面，现在宾毕沙拉王呢，他证得了出果，对佛陀以及呃三宝有了信心，然后他就想，我我应该呃供养一个适合的住所给佛陀以及他的弟子僧团们居住。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是适合佛陀居住的呢？于是他发现到。 他的御花园竹林是一个离村庄不太远又不太近的地方，白天、呃、没有噪音，晚上很安静，而且那个地方啊、呃、也是很舒适，于是就把这一座竹林就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 那这一个竹林园为什么要称为魏松鼠处呢？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在一天带着他的随从、王妃们，就到了这一个园林里面游玩。在这座园林里面游玩，就少不了。 啊，喝酒啊，寻欢作乐啊。结果这个国王呢，就喝醉了酒，然后就倒在一棵树下，就睡着了。他的随从看到，哎，国王现在睡着了，于是呢，就被这个园林里面的果子啊、啊花等等吸引住，然后就离开了国王，就到其他地方玩了。 就在那一棵树的树洞里面，就住了一条黑蛇。这条黑蛇呢，就闻到了酒的味道、酒的气味，然后就游出来了，从树洞里爬出来，就爬到了国王的身边。就在这个时候，啊，住在那一棵树的树神就说：“我要救国王的命。”然后就化成一只松鼠就跳到了国王的耳边。 这嘎嘎嘎嘎嘎嘎的发出了声音，国王就被声音吵醒的，一吵醒的时候，就发现到正好有有一个黑影跳过，有其实他发现了是松鼠，于是他说：“哦，原来是啊、呃、这只松鼠救了我的命。”然后呢，他就啊、呃，于是就在把这个园林专门就辟成是。 开辟城是喂松鼠的地方，他就每天啊都给一些食物等等，在这个园林里面去喂那些松鼠。然后呢，就这个园林呢也叫做喂松鼠处，因为呃，嘎兰达跟嘎拉嘎的音很相像，嘎拉嘎的意思就是松鼠。由于这个地方是经常呃。 喂松鼠以及保护松鼠的地方，所以这个园林呢也叫做喂松鼠处。当时有许多出生地的比库，这里讲到的出生地加帝普米伽呢，是指，呃，我们菩萨就是我们佛陀出生的地方，也就是释迦国。 在那里的地方，他们在出生地过完雨安居，雨安居结束之后，来到世尊之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部经典的呃主角之一是不那尊者。这一些在来自佛陀出生地释迦国嘎比拉瓦图城里的比库呢，他们都是呃不那曼达尼子的。 弟子啊，就是呃，是他们的呃的学生。他们在过完雨安居之后呢，有一想要去呃拜见佛陀，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佛陀所住的王世成来到世尊之处，来到之后礼敬世尊，坐在一边。因为呃，按照佛教的。 规矩呢，一般就是见到了佛陀或见到了上座，都要先礼敬啊。礼敬呢，就是合掌行五体投地里，五体投地里之后，你就坐在一边。为什么不坐在正中央呢？因为呃，根据戒律来说呢，坐在一边是适合的，有几个地方是不适合的。哪些地方呢？坐在正中央前面。 坐在后面，坐得太远，坐得太近，以及坐在呃顺风处，为什么呢？如果是坐在太远的话，说话可能呃不方便；如果坐在太近的话呢，呃说话说话也不方便。坐在后面也是不方便。如果是顺风处的话，如果风一吹来，呃说话的唾沫啊，或者说啊、呃、体臭啊等等，都会飘到。 作为上座或者老师的身边，所以一般是坐在一边。我们在看经典里面呢，呃，一讲到那些弟子啊或者其他的人呢、啊，当他们去见佛陀或者见其他的上座比哭的时候呢，都是坐在一边。世尊对坐在一边的那些比哭如此说：“主比哭，是否有谁在我的出生地被出生地的比哭同犯金指门这样恭敬？” 那这样尊敬自己少欲，也向比库们做少欲论等等。按照呃佛陀的习惯，诸佛的习惯，一般见到了有外来的比库呃，阿甘都呃，阿甘都嘎比库啊，外来的比库，佛陀都会这么样问说。 你们呃生活安稳吗？你们旅途疲劳吗？你们呃托钵呃疲劳吗？就是你们托钵是不是很容易得到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佛陀经常都都会这么样问，这是诸佛的习惯。当佛陀问了这些从外地来的外来的比库之后呢，那些。 比库就回答佛陀说：“尊者啊，我们是从释迦国的嘎比拉瓦图城来的。”于是佛陀就说了，就问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比库，是否有谁在我的出生地被出生地的比库同犯警者们这样尊敬？”也就是说，既然呃你们是从我的故乡里来，那么。 在我们的故乡里面，是不是有哪一位比库是受到大家的尊重的、尊敬的、赞叹的呢？是这么样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佛陀不问、不这样问，说：“哎，那朱比库，是否我的父王净饭王现在怎么样了啊？我的叔叔，呃。” 甘露饭王啊，或者白白饭王等等，现在怎么样了？或者他又不问说，现在呃阿弥达皇皇后怎么样了？或者说我的姨母、我的养母呃玛哈巴加巴加巴蒂国的米大爱道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有现在很健康啊？为什么不这样问呢？而反而问呃。 是不是有一位、有谁被比库们尊重的？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佛陀也尊重法，一切佛陀都是尊重法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佛陀是很爱护他的弟子的。比如说，呃，马哈嘎萨巴。 长老啊，大家是啊，马嘎巴尊者。当佛陀知道马哈嘎巴尊者要前来拜见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见过、见到、没有见过面。佛陀只是，呃，透过神通知道，于是他就走了三个高大，就三个牛弧，呃，相当于四分之三游巡的路。 前往多子塔里去迎接迎接嘎萨巴。又比如，呃，当马哈嘎宾纳啊，马嘎宾纳摩诃杰宾罗啊，他本来是西部西印度一个国家的国王，当他听到了佛陀之后，佛陀这个音声，听到了佛陀出世之后呢？ 他就带领着他的很多大臣啊，就千里迢迢要赶去见佛陀。那个时候，佛陀呢也是特地的走了三百由旬的路，到了恒河岸边，为马哈嘎比娜以及他的随从们说法，使他们都证得了阿拉汉果。又比如。 呃，沙利子尊子最小的弟弟叫做呃雷瓦达啊，离、呃、婆多啊、呃，雷瓦达。雷瓦达在七岁的时候呢，就出家成为沙马雷拉，然后他就住在呃坚木林，就是硬木林啊，因为那个地方是很艰苦的。 后来，沙利子尊者就想要，呃，去见他刚刚出家不久的弟弟。佛陀阻止了他，啊，因为在那个雨安居，佛陀知道他的小弟弟将能够证得阿拉汉国。在雨安居之后呢，佛陀就特地，啊、呃，带着比姑们，啊、呃，连同沙利子尊者走了六十由旬的路，去见木林里面，去，呃，见。 雷瓦达尊者还是一个七岁的小沙马尼拉啊，小沙弥。一游巡等于多少呢？一游巡等于呃十一点二公里，km, 或者说等于七英里。当时佛陀就走了六十游巡的路去见他。在经典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呃。 当佛陀住在高山壁的时候，由于比古僧团发生了争吵，发生了争吵，然后佛陀就离开了高山壁，就到了叫呃，高新加高新加沙拉林牛角沙拉沙拉林。当时呢，阿努鲁达啊、呃，金比拉跟啊，那、呃。 南地亚，这三位比库就住在那里。然后佛陀去到那里之后呢，就发现这三位弟子都很和和的，很欢喜无争的住在那里。佛陀就在那里就做了，呃，喜欢和和和和的利益，呃，共住和和共住利益的教导。所以呢，呃，佛陀是。 由于尊重法，而且很关心他的弟子，一事，见到这些刚来的比库，就这么样问：怎么问呢？就问说自己少欲，也向比库们做少欲论；自己知足，也向比库们做知足论；自己远离，也向比库们做远离论；自己独处，也向比库们做独处论；自己。 群勉精进，也向比丘们做精进群勉论；自己成就戒，也向比丘们做成就戒论；自己成就定，也向比丘们做成就定论；自己成就会，也向比丘们做成就会论；自己成就解脱，也向比丘们做成就解脱论；自己成就解脱之见，也向比丘们做成就解脱之见论。 是同犯行者们的教诫子、教授者、开示子、劝导者、鼓励者、令习者。那呃，在这里呢，佛陀就问了：是不是有比哭，自己已经成就了十十事，同时也教导其他的比库成就十事？哪十事呢？ 少欲论、知足论、远离论、独处论、群勉精进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之间论。那到底？